啊 ，Christine， 肚子很饿哎，你要吃什么？最好是食物选择多，有冰酥可以打卡，还有 Live Band。切，我谁哦？我猫哦，地头蛇，走过来。哇 ，Weber Restaurant 的壁画很美耶！是吧？这里超级美的，这里不仅有室内空调区，可以吹风的户外区，还有非常多可爱的壁画，让你拍出美美的打卡中壁照哦。环境是很好啦，那食物呢？哦，食物啊，小问题。哇，这里主打各种中西本意式餐点，像是我眼前这道日式马铃薯沙拉、三巴披萨、厨师精选煎鸡排、辣味芝士鸡肉汉堡，还有东洋意大利面。我特别推荐这里的混搭风料理，像是眼前这道三巴披萨，还有东洋意大利面，两种风味的结合，绝对让你吃出惊喜哦。那我要先吃这个。嗯，这道东洋意面酸酸辣辣的，开胃又好吃。但是说好的中式和本地料理呢？别急。在我们眼前这道就是海鲜粥、人当鸡兰花椰浆饭，还有干煎米粉哦。这道就是人当鸡兰花椰浆饭，是采用兰花的汁所烹制而出的椰浆饭哦，再配上一口人当鸡，完全赞啊！哇 ，Christine， 你这个好好喝哦，这些是什么饮料？这就是杯分招牌冰紫薯薰衣草、薰衣草拿铁，还有热薰衣草茶哦。冰紫薯薰衣草让我仿佛置身在薰衣草园，吃着紫薯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好喝哦。那我要喝这个。嗯，这个薰衣草拿铁，薰衣草的香气搭配咖啡，好特别哦。啊，好饱哦！我们吃的中餐、西餐、本地餐，那我的冰酥嘞？冰酥当然不能这样早点啦。我特地为你点了三种冰酥哦，那就是水满满的泰式冰酥、抹茶冰酥及草莓冰酥哦。哇，三种味道都很浓郁，超级适合大热天解暑的。是吗？哎 ，Christine， 我刚才没有看到有人在吃很漂亮的蛋糕哎。你眼力真好，这有售卖各式的客制化蛋糕，不仅颜值高，味道好，价格公道。对了，只需消费就可免费成为会员咯，生日当天亲临 Weber Restaurant 就可免费获得厨师精选煎鸡排，更多优惠记得询问店家咯。重点，最近一定要来 Weber Restaurant 消费哦，因为店家将会送出这个精美的 Weber Restaurant 马克杯。哎，好像还少了什么。我知道 T 哥对不对？每逢星期五六日晚上8点到11点，这里的驻唱歌手我都会准时开麦哦，一起听歌吧。